凤梨酥而离家出走，然后这就是这样一批名字的由来。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跟内容完全无关。已经一阵子没画了，不过在我们刚创团的时候，有很认真的画了漫画。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小瑞他的那个工作负荷不来了。反正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在等彩排的什么点我们的粉丝专页，然后去看我们之前画的漫画。应该说他之前画的漫画还蛮奇怪的，但是我想大家会留在这里，应该都是奇怪的人，所以应该会喜欢。对，那对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啦。那如果得到大家的支持，我觉得我就会有勇气继续画了。但需要勇气，也需要时间，最好还是有点钱，所以我还是先唱下一首歌好了。下一首歌就刚好就是叫做什么都没有，好可怜啊。Thank you.
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唱了一首歌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